24期 Wall Street 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，对全美人口超过65000的550个城市，包括犯罪率、就业增长、餐馆和景点、居民教育程度和住房负担能力等在内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察，确定了20个最佳城市。20伍德伯里，明尼苏达州 Woodbury Minnesota， 人口68824，房价中位数314美元，700贫困率2.3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57.6 整除19。利斯萨米特，密苏里州 Lee S. Summit Missouri， 人口95782，房价中位数209美元，100贫困率7.1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44.8 整除18。华尔道夫，马里兰州 Walbot Maryland， 人口75448，房价中位数276美元，900贫困率8.2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27.8 整除17。胡佛，阿拉巴马州 Hoover Alabama， 人口84943，房价中位数278美元，600贫困率 5.4%， 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57.7 整除16。普里斯科，德克萨斯州 Frisco Texas， 人口163631，房价中位数369美元，900贫困率4.3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5.9 整除15。阿灵顿，弗吉尼亚州 Arlington Virginia， 人口230050，房价中位数678美元，100贫困率8.1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74.3 整除14。罗切斯特山，密歇根州 Rochester Hills Michigan， 人口73418，房价中位数294美元，200贫困率6.0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57.3 整除13。巴蒂城，德克萨斯州 Fairmont Texas， 人口73289，房价中位数344美元，300贫困率4.7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1.3 整除12。吉尔伯特，亚利桑那州 Gilbert Arizona， 人口237120，房价中位数307美元，000贫困率5.0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45.4 整除11。米申维埃河，加州 Mission Viejo California， 人口96386，房价中位数667美元，100贫困率4.7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49.7 整除10。罗利，北卡罗来纳州 Raleigh North Carolina， 人口458862，房价中位数242美元，500贫困率12.1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50.8 整除9。哥伦比亚，马里兰州 Columbia Maryland， 人口107308，房价中位数371美元，400贫困率6.5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3.2 整除8。奥法伦，密苏里州 O'Fallon Missouri， 人口86276，房价中位数224美元，400贫困率3.3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43.0 整除7。内珀维尔，伊利诺伊州 Naperville Illinois， 人口148063，房价中位数421美元，400贫困率4.1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9.2 整除6。戴尔市，弗吉尼亚州 Dale City Virginia， 人口72073，房价中位数297美元，800贫困率5.7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27.8 整除5。高地牧场，科罗拉多州 Highland Ranch Colorado， 人口112436，房价中位数446美元，300贫困率3.1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5.6 整除4。约翰斯西，佐治亚州 Jones Creek Georgia， 人口83884，房价中位数372美元，000贫困率4.9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3.3 整除3。奥瓦达，科罗拉多州 Arnolden Colorado， 人口117308，房价中位数342美元，700贫困率5.4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37.2 整除2。塞克米尔，科罗拉多州 Centennial Colorado， 人口109935，房价中位数393美元，200贫困率2.7%，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55.3 整除1。卡梅尔，印第安纳州 Carbonell Indiana， 人口90533，房价中位数315美元，
200贫困率 3.9% 居民拥有大学以上学位比例 69.7%